各位朋友好，我是基兰郑匡宇，常会用自己的故事还有社会时事来激励你。说到如何终结霸凌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重要了。从日本、台湾、韩国非常多的欧美国家，在求学时代大家都会有这个担心自己或自己孩子被霸凌这件事情。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啊，所有在讨论霸凌这件事情，不管是书籍啊还是视频啊，专家学者的说法都有不足之处。的原因在于他们讲了非常多，哎呀，霸凌者的心理啊，被霸凌者的心理会造成的一些什么影响啊，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法律来限制这些学生，让他们知道霸凌会有不小的后果啊什么。我认为这些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。真正要能够治本，让霸凌根除，就是要透过各种教育的方式，老师的宣导啊，拍一些影片啊，大家看一些视频，看一些书籍，在孩子的心中植入霸凌别人是一件很 low 的事情。这个观念如果够强大的话，才能够让霸凌这件事情被根除。因为如果大家都觉得霸凌是一件很 low 很不入流的事情的时候，想要霸凌别人，一想到哎呦，老师说这个会霸凌别人都是很 low 的，这个霸凌这是就类似像动物才会群聚在一起，就小闹闹才在做的事情，那我不是小闹闹，我怎么可以霸凌别人，他就不会去霸凌。而被霸凌的人呢，会觉得你们这些欺负我的人霸凌我的人什么鬼啊，连动物都不如啊，哎呀，你根本就是一个很 low 的人。他也不会去理会，不会因此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损。唯有这样子做，大家都觉得霸凌很 low， 霸凌这件事情才有可能真正的被根除。那么说到这一点呢，我就要跟大家提醒哦，我之所以会有这种要从根源处来解决霸凌这件事情，要从观念上开始改变的原因是在于呢，我看过一本书，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。他说呢，当年呢，在土耳其帝国，大家知道土耳其帝国呢，原本呢信这个伊斯兰教，所以他们的女孩子都是要戴面纱的。当时凯末尔将军想要推动土耳其的现代化，就希望女孩子可以把这个面纱拿下来。问题是这个面纱拿下来这件事情呢，违反他们传统的观念，所以不管好说歹说，怎么政令宣导都没有办法达到他想要的效果。后来他突然这个神来一笔啊，就想到一招，就是呢，他颁布一个法令，说未来呢，从事特种行业的女子一定要把这个黑面纱戴上。哇，这个法令一公布之后呢，原本不是从事这个特种行业的女子想到，那我如果戴了面纱，我不就被人家认为是特种行业了吗？那所有的这些女孩子呢，就把这个面纱拿下来。所以大家注意啊，这就是一种从根源来给他标签化、贴标签的一种心理手法。我们在面对霸凌也是一样，如果所有的父母、师长、孩子，大家都不断的去宣导霸凌很 low、霸凌很 low、霸凌很 low 的时候，欺负别人很 low 的时候呢，欺负人呢不会再想要欺负人，因为很 low， 被欺负人也不会觉得这个被欺负好像我就矮一截，并不会，所以霸凌就能够因此而被根除。除了这一点之外呢，我还是要鼓励所有的父母师长，很多会想要霸凌别人的孩子，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许学业表现很低落，也许在家里得不到一些父母家人的关爱，在学校因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所以就会想要用欺负别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如果要让霸凌终结，就要让这些孩子他们一定有优秀还不错的地方，老师你要去导正他，去鼓励他，让他觉得他的优点能够被看见，他是被爱的，那么霸凌就能够真正的被根除。所以终结霸凌，人人有责。